各位观众，200块，已经先有一个了，还没关完哦。刮刮乐，然后就是一定要一起比今年谁的运气最好，然后全家一起刮。而且我的像爷爷奶奶，就是每次抽到那个大乐透刮刮乐，他们都超级开心。所以每年我过年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买彩券。对，过年一定要买彩券，要沾沾喜气，然后开开运。有，谢谢。这样子没事。对啊。有点上。哎呦，我是花1000块。我也是。哎呦，好像怎样？对。有中奖就这样。金牌也有。各位观众，200块，已经先有一个了，还没刮完哦。2000块，好，看一下这里，好棒 ，OK， good。